常见物质的 pH 值。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广用试剂来检验水溶液的酸碱性。当出现红、橙、黄时，为酸性溶液，其 pH 值小于7。当指示剂颜色出现绿色时，表示为一中性溶液，其 pH 值等于7。当指示剂颜色出现蓝、靛、紫时，表示为一碱性溶液，其 pH 值大于7。